教室。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孙茄乍经卷二。尔时仙人告彼人言，乃往古习，吾数阿僧祇劫，时有国王名曰净月，如法治世，善男子。时净月王生一太子，时净月王召诸战相、婆罗门等，而问之言，今此童子有何等相？尔时相师白大王言，今此太子有不祥相，生此太子必有不祥。大王问言，汝何所说？相师白言，如是太子若至七岁，当害父母。王时答言，您当杀我，不杀我子，人生难得，于无量劫修行乃得人生，不应以此身而杀人物。尔时太子始生一月，如一岁儿。王之太子当杀我身。时净月王舍位于子，作如是言：汝至国事，一切财物自在随意，如法治世，勿为非法。即受位矣。时净月王于其国内，不复行于王之教令。尔时无量亿大臣至净月王所，白言：大王何故不行王之教令？大王答言：我无量劫常为王事，心无厌足，我已厌矣，舍之修行。尔时太子未经多时，并杀父母，即忤逆罪。善男子，我亦意念往昔之时，既杀王矣，愁悲啼泣，自责悔过。尔时我以大悲之心为彼说法，彼闻八义，逆罪消灭。问言：当于尔时说何等法？答言：尔时演说僧伽乍法门，若闻此法，当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灭一切罪烦恼伏习。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令汝闻已，速得解脱。闻四句偈，令不中缺，尽一切恶，得须陀洹，然后布施，远离诸苦，受苦众生，令得解脱，不为众生，令得远离。尔时彼人合掌顶礼，赞言：善哉善哉，真善之事，善能除灭诸不善业，善说僧伽乍法门，善哉闻者。尔时虚空中万二千天子至大仙所，合掌顶礼，白如是言：大仙，意念几时是也？复有四龙王、十八千亿夜叉王头面礼敬，白大仙言：意念几时是也？大仙答言：我意念百千亿阿僧祇劫。问大仙言：以何善根意而许是？答言：已曾听受僧伽乍法门，
在比众中闻此法门发尽信者，皆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若人造作忤逆之罪，闻此法门，须臾之间悉能除灭，无量百千亿劫彼恶道门，开升天道。于此法门闻四句偈，功德如是，况不书写读诵，供养花香翻盖，恭敬尊重，合掌礼拜，一言赞善，如是功德不可思议。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云何合掌得功德？等谁读此经亦合掌礼。佛告一切勇：善男子，若人造作忤逆之罪，若教人做，若随喜做，于此法门闻四句偈，合掌尽信，能灭忤逆。何况有人于此法门具足书写读诵供养，如此功德多比无量。善男子，譬如阿那婆达多池，日光不照，从彼池中出五大河，一切勇于一云河，颇有人能数此五大河水滴数否？一切勇言：不也，世尊。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善男子，闻此法门，善根亦复如是，百千万劫数不可尽，一切勇于意云何？须臾得闻如是法门，是难有否？一切勇言：难有，世尊。佛告一切勇：于此法门能生信者，复难于彼。譬如阿那婆达多池，出五大河，如是五河水之滴数，数不可尽。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五大河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五大河者，所谓恒伽河、斯陀河、博叉河、阎摩那河、月分河，是五大河悉皆入海。此五大河一河各有五百小河以为眷属，一切勇复有五大河在虚空中，一河各有一千小河以为眷属。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何等是五河有千眷属？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第一河者名须陀罗，有千眷属；第二河者名曰山区，有千眷属；第三河者名婆诃地，有千眷属；第四河者名直多斯那，有千眷属；第五河者名曰法盖，有千眷属。一切勇是名五大河，有千眷属。一切勇是五大河利益阎浮提，时时降雨，增长花果，于阎浮提与清净水增长苗稼。一切勇如护世天安乐阎浮提波，此经一耳，利益安乐阎浮提波一切众生，如三十三天。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何等是三十三天？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释迦提婆之所住处是三十三天，一切勇彼三十三天作如是语：若有众生口行善语者，彼人功德不可数之；若有众生行口恶者，彼堕地狱、恶鬼、畜生。不可数之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受大苦恼，使彼众生无救护者，于三恶趣独受巨苦。口行恶者是恶之事，口行善语是善之事。若见善之事，则见如来；若见如来，则灭一切不善之法。一切勇如护世天为阎浮提波而作利益。一切勇此经亦如是，于阎浮提波而作佛事。若不闻此法门者，不能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不能转法轮，不能击法鼓，不能坐于狮子法座，不能入于涅槃之界，不能成就无边光明，如是如是，一切勇，不闻如是法门，不能坐于菩提树下，使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欲问世尊。佛告一切勇：随汝所问，当断汝疑。一切勇白佛言：世尊，尔时仙人度彼忤逆人，令住不退地者，是何人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善男子，汝今谛听，如来所说，微细难知。此僧伽吒法门是仙人相，如此法门能是佛身，如恒河中处处见沙，此法异耳，自作示现，为人说法，为佛如来量与佛等。此法如是，与佛平等，有此法处，常有诸佛。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善男子，我念往昔99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曰宝上如来，次第有12亿佛，皆号宝上。我于尔时名曰净月，行大布施，时12亿如来，我悉供养以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花、灯明，一切乐具，悉以供养。彼诸如来不为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18亿如来出心于世，皆号宝名。我于尔时名曰龙正，行大布施，以香花、璎珞供养彼佛。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20亿佛出心于世，皆号世器如来，应供正遍知。我于尔时行大布施，以诸乐具供养彼佛。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勇，我念往昔有20亿诸佛出心于世，皆号迦摄。我于尔时行大布施，以诸香花、幡盖、衣服、一切乐具供养彼佛。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16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皆号净光。我于尔时作大长者子，行大布施，舍一切物。彼16亿诸佛如来，我悉供养以香花、幡盖、衣服、卧具、食饮、汤药，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95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皆号释迦牟尼，应供正遍知。我于尔时作大国王，如法治世。彼95亿释迦如来，我悉供养以香花、幡盖、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一切乐具，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9亿佛出心于世，皆号迦罗迦鸠村陀如来，应供正遍知。我于尔时作婆罗门子，具富无量，行一切施，以诸香花、幡盖、衣服、卧具、饮食，一切乐具供养诸佛。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18亿如来出心于世，皆号迦那伽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我于尔时行大布施，彼诸如来我悉供养，以香花、幡盖、衣服、卧具、饮食、汤药，一切乐具供养。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13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
皆号光明德如来，引正遍知，我悉供养，以诸花香、幡盖、衣服、卧具、饮食，一切乐具供养尊重，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二十五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皆号菩萨如来，引正遍知。我于尔时出家作沙门，行如法供养，以诸香花、璎珞、幡盖、衣服、卧具、饮食，一切乐具尊重赞叹，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我念往昔有十二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皆号毗婆尸如来，引正遍知。彼诸如来我悉供养，以花香、幡盖、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一切乐具悉以供养。我时出家，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最后毗婆尸如来说此法门，阎浮提众生闻已，于虚空中给予七宝。尔时阎浮提众生悉无贫穷，我于尔时亦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但闻空声而告我言，汝不久当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今于几时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谛听，善男子，过九十二亿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燃灯如来，引正遍知。我于尔时作摩那婆子，名曰弥伽，于燃灯佛所作摩那婆，修清净行。我见彼佛以七金青莲花供养燃灯如来，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燃灯如来即受我记，摩那婆，未来过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引正遍知。一切勇，我于尔时闻受记身，永生虚空高十二多罗，住虚空中得无生法忍，无量阿僧祇劫所修进行，与六波罗蜜相应，一切善根悉皆现前，如是掌中安摩罗果。一切勇，我于尔时令无量百千亿众生住于善法。一切勇，况今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利益众生。我观众生以何因度，随其方便为其说法，若为诸天现作天身而为说法，若在龙宫是作龙身而为说法，于夜叉中是夜叉身而为说法，于恶鬼中作恶鬼身而为说法，若为人道是作人身而为说法，因以佛身而受化者是作佛身而为说法，因以菩提萨多身而受化者是菩提萨多身为之说法。我观众生以何因度，如是如是为众生现，随应说法。一切勇，我为众生演说诸法有多方便，何以故？一切勇，具足善根众生得闻此法，一切善根悉得增长，谦者不失，无福德者修行福德，自利利他，修于念死，彼闻法故作此善根，以听法故过去善根亦得增名，彼得长夜利益，安乐一切天人。一切勇，如是法门已经于耳，得生无量功德。一切勇，尔时众生各相未言，更有余善法修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善众生言，有法，布施、修行、口说善语，如是等法得善果报，至无上道。愚痴之人作如是言，无法、无施、无善恶果，
五口善报，鲤鱼吃人得大罪报，辗转堕于恶道之中，于八大劫堕于地狱受大苦报，十六劫中堕阿修罗，九千劫中身堕鬼神，十二劫堕恶鬼中受恶鬼苦，万四千劫身处阴雅，万六千劫母胎常堕，万二千劫身作肉团，万一千劫身处木芒，彼诸父母作如是言，我所生子须受勤苦，九月护胎，饥渴寒热，诸苦俱受而不得子报恩之力，一切勇如是如是谤法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临命终时为忧恼箭射之而去。一切勇口善语者作如是言，有法有施，有善恶业果报，彼人已是善根因缘，二十五劫生日单约，二十五劫生三十三天，受诸天乐，从天命中生日单约，不入母胎，目见百千世界，悉名安乐，见一切国土诸佛，悟以本处成三菩提。一切勇如此法门有大神力，能发清净信心，不生边地，具清净界。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大家好，我是小儿科医生陈慕英。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相关防护也要配合升级。若要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要遵守政府的防疫社交距离，让你我都安心。提醒大家，坐所有的大众运输工具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第一，全程挂嘴安，口腔不听的人上关要罚15,000元。第二，配合量体温。第三，尽量别互相讲话。第四，别吃东西。出入公共场所的时阵，请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的距离。若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请全程挂嘴安。感谢你的配合，也请大家予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佮鼓励，莫予防疫的距离影响到你我心的距离。2013年10月24日，美国第一保护动物组织在旧金山加州大学抗议，他们集体倒下，象征实验室里许多无辜动物的死亡。这样的举动确实吸引了来往路人的目光。第一组织常透过社群网站发起类似活动，号召有志一同的青年朋友以行动关怀弱势、受虐甚至被剥夺生命的动物。在美国及欧洲，常有民众公开反对大学实验室里的动物实验，因牵涉到剥夺动物自由之权。各式各样的实验更涉及虐待动物，而无论以任何借口都无法否认人类为图己利而利用残害各种无辜的动物。因此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及各城市也曾有动物保护志愿者上街游行抗议。世界上多数可怕疾病常是人类杀害食用动物的结果，如能以爱己之心关怀动物，
多数传染病便不再发生循环，也不用再进行残暴的动物实验。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早课